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人生不管经过高低，从我们人类自身的皮肤里面相对的，因为要接触大自然，所以整个皮肤的沟、皮肤的丘，就如同我们灵性不生不灭，可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灵魂，我们俗称的三魂七魄，生魂、绝魂、灵魂，尤其是在情绪里面，都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妄念造成的高与低。所以相对的，我们皮肤整个最大片的整个皮肤里面所有的维系的细胞，所有的每一个当下，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随着我们的一阵风、一阵风轮、水轮、经轮，就如同华严经里面为什么从每一个殿、每一个殿告诉我们，就如同我们自身对自身越能够清楚者，从最基础的，从我们人类情绪的边缘系统里面，就属海马回，我们会受限于高低、美丑、好坏、喜欢、不喜欢，所有的都是我们自身边缘系统里面所有的下思丘所架构，更多的不平衡，造成我们皮肤最大的体系，所有的皮肤沟跟丘，就像现在整个新的这些细菌病毒，在从过去、从久远以来，每到这个季节，整个天气的变化，流感本来是整个大自然的，它所呈现出来的都是生住异灭。可是是因为我们的情绪的高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太多过去无知无明，所以我们会产生用所谓杀戮战场的方式，用化疗的、用打针的方式，造成我们现在内心里面因为一点点的风动，我们就造成内心里面更多的不安。所以我们皮肤第一个面积最宽大的，几乎67.89%都是我们的皮肤表面，从我们的头到脚，所以代表整个皮肤整个的保护层，就如同我们自身的细胞，这个 T 细胞，它本身就是可以来分辨何谓真假的敌人，就是我们自身里面的情绪高低。因为我们自身的真主人，他是完全能够如如不动，了解到一切的世间的人事物的境界，都是因为我们自身皮肤里面所有的细胞里面有高尔基视体，有所谓的滤泡，有所谓的粗糙内质网，它会形成一个镜子，所有的镜中镜会从我们自身的种子所投射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了解到，所谓的轮回就是我们的情绪高低，所谓的轮回都是我们在下思丘当中的不平等，造成我们现在所有一切处于恐慌。所以这次的细菌病毒并不是你用注射疫苗有办法去抵抗的，你现在就是要唯一让自己的情绪心里面都要了解到，世间是让我们来经验跟体验的。所以我们的老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就是乔达摩悉达多太子，从2566年发现到所有恒河沙数的所有的诸佛菩萨当中，都完全赞叹我们的阿弥陀佛，赞叹我们灵性不生不灭的。所以只要我们这一生这一世经验到娑婆世界是一个堪忍的世界，是一个战争、细菌、病毒、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我
们朦胧阴阳，整个苦难都是因为我们自身所有情绪所造成的。所以这六万年来，我们终于明白，透过本师释迦牟尼佛在2566年完全无问无请自说的，就整个流露出阿弥陀经，整个经文的经题也就是持名念佛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世也是最不幸也是最幸福，因为整个云端我们了解到，我们世间是苦难，我们世间是完全由不得我们真正的想要做一个清净之体。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心一意的，像我们刚刚不断的解释，就是要让大众百净旅行者百净家人一定要一心一意的念佛操练，愿离娑婆世界，心要我们的极乐灵性不生不灭的父母的家，这个故乡是我们真正的人类最终所要完全回到西方持戒念佛的故乡了。所以我们今日很难得，我们也希望透过在此，我们以恭敬诚恳至诚恳切，世间是让我们去体验的，它是梦一场，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体验梦中梦的我们。我们是否能够跟人互动，跟事物，跟所有的一切的万事万物，我们都还能够完全像经验体验中的阿弥陀佛，如同五慧念佛当中如此的明白，如此的心要极乐世界。我们每天操练，只要你有空，我们看到洗杯子，你也可以一心一意的五慧念佛，你在上厕所吃饭完全都在一个清净之心，因为清净体，所以你可以用意念来默念。只要你在时间允许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透过专注的大声的去将我们生命的源头灵性不生不灭的父母亲阿弥陀佛，环境允许当中将我们的身口意完全将此身心奉承刹操练阿弥陀佛五慧念佛。只要你既经会审的从我们自己的单轮练出唱诵阿弥陀佛五慧念佛，重复简单，在我们时间的密度累积到一个程度，你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透过默雪中院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唤醒叫醒，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白净家人在这个动荡不安最苦的一刹那当中，就如同我们最近因为各地的需求，所以他们有注射疫苗，既然注射了你就保持正向，千万不要再接受太多的恐惧不安，认为疫苗会让我们自己产生更多更多的种种黑暗不幸。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呢听信不幸的话语，所以就在刹那当中就过世了。所以透过我们出家人在助念的当中，灵性他自己都还不知道死亡在另外这个空间，所以要记得我们在念佛的当中要检视自己，检视自己是不是在恐惧在不安，因为它是一个粉身碎骨的，它都是可以重新架构无量光无量寿。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时间8点12点8点就是要让我们随时随地保持扣钟，在扣钟将所有黑暗粉身碎骨，就是要让我们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清楚清净了。所以我们今日能够再一次的在我们逢来宣导，也就是在我们福尔摩沙，一个透过所有的宣导所有祝福所有的人民，我们是因为过去有值太多的福德因缘，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宝岛重新相遇。所以各地都有佛光的加批，只要你相信，只要你一心好好的每天持诵念佛，以感恩以安住以清净的心
永远记住，师父不断的在呼吁，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消80亿劫，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可以马上赚取80亿劫的功德，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不可思议的佛光，就像我们现在透过我们出家师父，年纪都已经90几岁了，念起佛来都还是这么铿锵有力，因为我们在时间因缘允许当中，透过我们自己的丹轮，也就是太阳宠，这个太阳宠在我们的丹轮里面如此的宽大，这就是我们的大度，我们大度能容，有的已经接受注射疫苗了，就让自己更加的安住，好好的感恩，好好的发愿，好好的念佛叩钟，这就是我们今日最重要的时间点了。所以我们了解到8点，早上8点，中午12点，晚上8点，我们已经启动了，将所有的黑暗恐惧害怕粉身碎骨的不断的透过所有的白净家人秉持着信愿行，了解到世间是一个幻象的，我们完全都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只有操练，不断的透过操练，不断的透过感恩大愿力，你的身体的疾病都是你的心里面因为不安所造成的，所以呢永远记得你们不孤单，只要你们都有固定7点，我们有共同上线，我们同声开口来将黑暗的不安的心，我们粉身碎骨，重新架构无量光无量寿灵性不生不灭的父母亲阿弥陀佛亲自来应行，我们同声开口，在这个世代里面还有这么亲近的家人，白净家人共愿共成，共同理念经验体验可以了，了解到每个当下都是无量光无量寿，我们的父母亲亲自来引导运行，故乡永远等着我们，这个世间地球是让我们来经验的，来体验的，我们同声开口感恩心，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诵叩钟，即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集善知识与艺术，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十念，愿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法身遍满虚空，神担一切，只愿神救大众。阿弥陀佛。我们今日所到之处，所有的风轮、水轮、经轮、土地共振的启动的，不管是战争、细菌、病毒的，因为不小心过世的，所有的灵体跟着佛光，我们同声开口，十念放光，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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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跟着佛光起诵，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心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